右图为直链式的葡萄糖模型，其中黑球表示碳原子，红球表示氧原子，而白球表示氢原子。是由该结构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的模型。黑色的，我们来数一下哦。黑色的代表碳原子，好，所以碳原子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六个。好，氢原子是白色的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总共有12个。那氧原子的话，红色的有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六个氧原子。好，所以它的分子是 B 选项，就是 C6H12O6。好，那回到 A 选项，实验室的话应该是分子式的最简整数比。好，所以最简整数比换成实验室的话，应该是 CH2O，也就是1:2:1。好，所以 A 选项是错的。好，再来 C 选项，葡萄糖的适量。好，适量指的是实验室的适量。好，那实验室的话，因为 A 选项实验室是 CH2O，所以 CH2O 的适量应该是等于12加上1乘以2再加上16，会等于30。好，所以180是错的，所以 C 选项是错的。那如果它是说分子量的话，好，分子量的话才会是180。那适量的话，一般指的是实验室的适量。好，再来 C 选项，每180克葡萄糖分子中，碳元素贡献了72克的质量。那因为它的分子量是180，那180的意思就是每摩尔有180克。好，所以180克中，碳的话就是12×6，就等于72克的质量。好，这个是对的。再来，整个分子中，对于质量贡献最大的是氧元素。那我们分别算一下它的重量百分比哦。那碳的重量百分比就会等于12×6，去除以全部的分子量是180，好，乘以100%，好，那要认为40%。好，那氢的话就是，因为它有12个氢，所以1×12除以180，来乘以100%。好，所以它所占的比例是6.67%。好，那氧的话呢，16×6除以180，再乘以100%，好，会等于53.33%。好，所以贡献度最大就是氧原子。所以 E 选项是对的，所以这些答案选择的是 B，猪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给的答案。好，他给的答案就是 B 猪一。好，那从 A、B、C 选项，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分子式是 C6H12O6，实验室是 CH2O。好，那分子量就会等于分子式的总原子量总和是180。那适量的话是等于实验室中原子量的总和是30。好，那 Z1 的话，我们分别算出它的碳的重量百分比、氢的重量百分比，还有氧的重量百分比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占最多的就是氧元素。好，所以这一答案选 B、Z1。